正月二九，惊蛰，春雷乍鸣，冬眠虫兽鹤醒，宜嫁之播种，不利远行，游记向北，燕鸡翅展，飞不能鸟，蜈蚣百足，行不如蛇，时也，运也，命也，非吾之所能也。明知北往非凶极险，然寇已往，吾亦无悔而往。为何追赶这对母女？她已经是我的猎物，难道你也想从我手里夺食吗？嗯，那就来吧。嗯，想从狼的嘴里抢走猎物，分明想死。你干什么的？在下是从京城来的。快给我闪开！我从京城到这儿来，是找一位同行，他是你们西域赫赫有名的神医。别挡道，给我拿下那对母女。为什么杀那对母女？我想知道这里的理由。我们衙门捕快抓人还需要理由吗？那我只好替天行道了。你敢和衙门捕快动手，都给我拿下，拿那对母女去还解药。休想伤我女儿一根汗毛。给我杀。这，嘿，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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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苍有好生之德，只要你肯告诉我你们的头子到底是谁，我就饶你不死。就算你不杀我，我也必死无疑。就说thank you.
心儿，娘把饭煮好了，吃一点吧。心儿，心儿，娘把饭给你拿来了。心儿，吃吧。心儿，娘知道你怨娘，也知道你一心想回狼牙村，可是娘必须带你离开那个地方，而且离得越远越好。心儿，娘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你再回狼牙村了。心儿，女儿，女儿，女儿，哎，想跑，快把解药交出来。又是你。我说过，一匹狼最讨厌别人从他嘴里抢走猎物。你别多管闲事。行，除非你们的刀比我快。你快走吧。星儿，星儿，星儿，是谁带走我的星儿了？星儿，星儿。只想让你告诉我，你脖子上的牌子和碧儿霜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也想告诉你，可是，来不及了。石破天，听梁山的兄弟讲过，他怎么会和碧儿霜扯上关系呢？哟。
就是你。走吧，离开这里，你已经前无去路了。是你把心儿带走了，你到底把它藏哪了？你还给我。还给你？那女孩是人不是牲口，她不属于任何人。你走吧。你叫我走，没有找到心儿，你叫我到哪里去啊？她不是心儿。你胡说，你撒谎，你是个疯子。我和你总有一个人是疯子，我只劝你别去不该去的地方。啊，你别走，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见过心儿了？二月初一，岁值月破，闰二九，以理发，即造桥铺路，官司兴讼，南营大吉，吉凶扶北。就就玉，吉凶扶北，难道诚如隶书所云，越北行进，地上水文中测得毒性越强？难道这儿离制造碧瑶霜的地点不远了？心儿，心儿。姑娘，别起来，来，快坐下。来，你的手曾经碰过极毒之物碧瑶霜，我用银针封住了你的血脉，可以延缓毒性发作。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沙漠商客来往西域中途休息的驿站，你大可在此休养。你肾水虚盈，肝火攻心，又受了风寒，所以才会昏倒路边。来，先把饭吃了。你想毒死我？姑娘，这一定是你中毒之后产生的幻觉。这米饭是我亲手用雨水煮熟的，绝对没有毒，不信你自己看。姑娘，千万不要乱动，要不毒性又要发作了。来，姑娘，我是想知道你是怎么中了碧瑶霜这种毒的。我从京城千里迢迢来这里，就是为了搞清楚碧瑶霜。哎，可惜啊，可惜啊，可惜啊。哎，糟蹋了这么好的大米饭，你们不怕被雷劈啊？只要你不介意，就便宜你吧。嗯，江湖儿女有什么好介意的？不过我不会白吃哦。啊啊，这不完了！星儿，你看。娘给你缝了两个布娃娃，一个是娘，一个是心儿，你喜欢吗？嗯，这布娃娃是我为心儿亲手做的布娃娃，你一定知道，
仙人在哪里，对不对？哎，别急嘛，等我把这碗饭吃完吧。我求求你快告诉我吧，你一直不肯放过我们母女，你一定把仙儿给藏起来了，对不对？嗯，好，我说，我不知道你女儿在哪儿，可是你想找她的话，上狼牙村肯定可以找到。狼牙村？你这么肯定？嗯，你便宜了我这碗饭，我怎么好意思骗你？不可能的，不可能，仙儿她已经哑了，她怎么能告诉你什么呢？他是没告诉我什么，可是是我亲眼所见啊。女儿，女儿，女儿。仙儿她一定遇到了危险，她现在一定会很害怕，我要去保护她。哎，等等，别拦着我，我陪你去。喂，有没有肉吃啊？有碗汤也行啊。秋姑娘，既然你是本地人，我向你打定个人，西域名医白衣华佗，你一定听说过吧？白衣星儿，星星啊，星星啊，星儿你怎么了？星星啊，星儿，姑娘。姑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想起什么了？回头吧，前面已经没路了。可这条路是通往狼牙村的唯一通道。相信我，前面是条断崖，如果摔下去的话，会粉身碎骨的。你可要看清楚了。嗯？怎么会？怎么会一夜之间全都变了？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前面无路可走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变的是你的心。你得的是失心疯。啊！你骗我！你们都在骗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你别紧张，我是医生，我可以让你恢复清醒。我相信，狼牙村一定有着很痛苦的回忆。你不想就地重游，所以才以为无路可走。你休想从我嘴里套出任何蛛丝马迹，只要能找到心儿，前面就是龙潭虎穴，我也不怕。你得想清楚啊，前面这条路可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啊。无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只要心儿永远快乐，永远开心地活着。就是这儿了。嗯。
心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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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有诈！心儿，心儿，心儿，心儿！喂，先别追了，我们根本没看清是不是心儿。她是我女儿，我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啊，心儿，心儿。我很好奇，心儿真的是你女儿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真是她的亲娘，她为什么躲着不肯见你？用不着你多管闲事。啊，心儿！不走天堂路，偏闯地狱门，这里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我知道。一定是你把心儿带走的，你还我心儿！小心！快走！快！追风！下次见面，希望还有白米饭。安道全就此谢过了，走。安道全，安道全，别跑！喂，是你的镰刀快，还是我的刀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江湖人称快刀追风。快刀追风，你就是江湖上传闻的一直想找出碧瑶霜真相的快刀追风。嗯，正是在下。姑娘，我认识这块布，是心儿衣服上的。回来，我要你回到我的身边。女儿，你在哪儿？别跑好不好？女儿，
来过这里。心儿，姑娘，心儿，心儿，你在哪儿？心儿，心儿，心儿，我是娘啊，心儿，心儿，心儿，我不得不吃你呀、啊！你不要怪我，我实在是肚子太饿，肚子太饿，不得不吃你、啊。住手！他不叫星儿，他叫宝儿。老人家，近日是否有位约莫六七岁的小女娃来过这里？这个村子已经人去楼空，牲畜全无了，我早就饿得发慌了。如果真有个女娃来这儿，我怎么忍心杀了自己的宝儿煮来吃呢？要吃，我也要吃个女娃儿啊！你没人性！哎，你骂我没有人性？对，我是没人性。宝儿这条老猫已经陪我十年了，可是我真的好饿，真的好想吃肉，我有错吗？我没有错，天生万物以养人，我只是想活下去。老人家，天色不早了，可否准备两间客房啊？房间多的是，只要你们不怕被臭虫咬，你们两个爱睡哪儿就睡哪儿吧。要不要来一块呀、啊？来吃饭了，心儿，你醒醒啊！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有往饭菜里下毒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姑娘，你别着急，这说明你病有好转。你别着急，好好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不起来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你不是想不起来了，你是根本不愿意去面对过去。你听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正在为你施针解毒，相信一定可以缓解你的病毒之苦。也许你可以医治我身体的伤，可是我心里的伤你也能医治得好吗？医者父母心，我不忍看着你受病苦折磨，但是现在能帮你的就是你自己。我只要你肯面对过去，肯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你得了失心疯病症，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病因，对症下药。逼我了，我不是逼你，我是帮你。你的过去是不是跟碧瑶霜有关？是不是碧瑶霜把你害成这样的？心儿，心儿，你醒醒啊！心儿，心儿，你怎么了？心儿，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相公和女儿惨死吗？快把碧瑶霜的解药交出来！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不要想了，我不要再想了。姑娘别着急，来喝点水，好好想想啊。来，哥。失礼了，我不该逼你回忆过去。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丈夫临死之前交给我的。
这是白衣华佗手术的药方。你是白衣华佗的什么人？他是我丈夫。白衣华佗是你丈夫？他死了，是被人所害。这一定是白衣华佗研制的碧瑶霜的解药方，只可惜还只是试验阶段，但有人想急于得到它，以为白衣华佗故意藏匿不交，所以才动了杀机。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被追杀的原因。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这只有一种解释，这是他接受的一项非同小可的秘密任务，你知道的越少你就越安全。你怎么就断定这是碧瑶霜的解药方？那你又怎么断定这个方子不是最后的成方呢？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碧瑶霜，我在京城一直在研制解药，但效果总是不理想。我判断这其中缺少一味最强效的药材，既然碧瑶霜源自西域，那这解毒的药材恐怕也是产自西域，所以我才不远万里来西域寻找白衣华佗。可是不曾想到，你认识我丈夫？不曾谋面，但是深交已久。我们这两种药方合二为一，去粗取精，就是碧瑶霜的解药方。果然我这当中还缺一味天方草。我好像听我丈夫提起过，可是我不知道要到哪里才能找到这种天方草。什么都别想了，明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你想知道的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我的女儿？你想找的女儿明天一定会出现的。二月初八，日值月破大凶之日，一切吉事不宜，日如火伞则安然，若遇阴雨必危恶。进去吧，走到山洞的尽头，你们想知道的秘密，想找的人都在里面。小心呐！恐怕有危险，跟紧我。这就是天方草。你确定是天方草吗？在这里布满了碧瑶霜的毒素，只有这种草生长得如此茂盛。我想这就是你丈夫和我在苦苦寻找的天方草。
我回去就配药，如果幸运的话就能给你去毒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心儿。爹陪你捉迷藏好不好？嗯。你趴在这儿数十下，看你待会儿能不能找到爹，好吗？嗯。不许偷看哦。嗯。娃娃，他一定就在附近，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先别吓唬自己，这布娃娃还是温的，星儿一定在附近，我们再找找。走。你和那奸贼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带我进入密室，找到那个女娃娃。姚霜，救我！救我！快，婆婆，你怎么了？柴婆婆，救！你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柴婆婆，因为他该死，只能怨你们来错了地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认命吧！
杀人的，他不会杀人的，爹不会。 姑娘，我给你放血疗伤，你坚持一下。快跟我来，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走。啊！ 姑娘，我已经帮你封住了血脉，你好好休息吧。那位姑娘没事了吧？她中毒颇深，我只能帮她延缓毒性的发作。若要根除毒脉，除非抓紧配置解药。哎，不过二位得以化险为夷，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兄台。 吕显相救，尚未请教保号。不敢，在下陆百川，是琅琊村的村长。安道全，在此谢过陆兄救命之恩。哦，请问你可是梁山神医安道全？正是在下。哎呀，惭愧惭愧，实不相瞒，能够救下二位。 陆某纯属是误打误撞啊！陆兄，何出此言呢？哎，琅琊村原本有百户人家，但这连续数月以来，村里的百姓竟一个个陆续离奇的失踪，甚至连尸骨都无处可寻，整个琅琊村都成了无人的鬼域一般。我为了查清真相。 误闯地道，才遇见了二位。陆兄，你我一见如故，安某愿请绵薄之力，理清其案始末。哎，安兄弟，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你刚才也见识了那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神秘客，可见此案异常凶险。况且你还是个局外人，赶快离开琅琊村，切莫多管闲事，以免冤死他乡啊！陆兄。 此言差矣，安某身负血海深仇，岂是个局外人？血海深仇？不错，义父太尉端木良，一生为官清廉，却遭奸人毒害灭门。当我接获消息，赶往端木家时，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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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事务必要小心呐、啊，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将解药研制成功，以救众生。专扫天下不平事，追风兄弟，哥哥这就为你报仇了，拿命来！临阵风雪，恶贼，你快告诉我，你是不是把星儿给藏起来了？星儿，我根本不知道谁是星儿。再不说，我杀了你！万万不可，很多事还要靠他帮我们理出头绪呢。既然我栽到了你们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只恨不能亲手杀了你们这帮狗衙内的麾下鹰犬。你说我是高衙内的麾下鹰犬，你是误会了吧？误会？你杀了追风还有假吗？追风已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了。我发现这些名牌的主人都是名满江湖的高手，也都是因为中了碧瑶霜的毒，才被人控制利用，沦落为杀人工具。另外我也打听出来了，
高衙内找了一位制毒天才，制造出碧瑶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统江湖，接着谋反朝廷。所以你一心想找到那个所谓的制毒天才？是啊，不单是想找到那位所谓的制毒高手，还想跟神医安道全请教有什么方法能够解此毒。没有想到他就是安道全，我真是太笨了，我早该认出来呀。说不定安道全也是高衙内控制的人呢。凭我的直觉应该不是。我之所以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是因为江湖上被高衙内用此毒控制和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梁山首领宋江大哥最近招募了许多好汉，要壮大队伍与高俅对抗，结果这些英雄好汉大部分都被碧瑶霜所控制，而沦为高俅的杀人工具，真是可气。宋江大哥是我在江湖上最敬重的人，多次捎信邀我去梁山，我想弄明白碧瑶霜的真相，为江湖人做点事情，也算是送给宋大哥的一个见面礼吧。每个人的路不同，你我的路也不同，当我是朋友就陪我喝酒啊。不喝了，天一亮我得办正事，三天以后我一定再回义庄陪你喝个痛快。我得提醒你，追查碧瑶霜的真相一定要注意一个戴着铁面具的人。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你一定要当心就是了。上帝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独答曰：实有地狱。江湖朋友告诉我，烽火台里就是制造碧瑶霜的秘密地点，我真能在那里找到我想知道的答案吗？最美的声音是鲜血从咽喉里喷出来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你想不想听？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了，像幽谷里的流水声，像林间树梢的风铃声，真的很美。
又死了一个村民，我身为村长，救不了他的性命，只好为他念经超度。试问，一串完整的念珠，如果少了一颗，还能为亡魂诵经超度吗？佛法无边，所谓多一颗念珠少一颗念珠，皆为无需执着的色相。所谓心诚则灵，我相信只要一心助念，亡者同样可以获得解脱，往生西方极乐。如果亡者恶贯满盈，修行佛法就真能往生极乐，不入地狱吗？尘归尘，土归土，世间善恶皆是因果定数，并非你我这种凡胎肉眼所能分辨出来的。柴婆婆年事已高，凶手竟下如此毒手，简直泯灭人性。诚如陆兄所言，肉眼所见的色相并非一定就是真相。安兄弟，你是想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相吗？不，我只想说一段故事，这也是铁云说的一个故事。小心啊！大胆！为何不遵命令杀了他们，还引他们入我禁地？主人息怒，前几天我已经带了那个小女娃进入密室了。来，来吧，别怕。听话，别怕，乖，听话，听话，走。你乖乖地待在这儿，就会见到你爹了，听见了没？这次我又引这两个人进入密室，相信这回一定可以逼铁云现身。而且那个安道全如果真能在洞里采到药材配出解药，哼，您岂不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吗？我姑且相信你一次，如果再无变化，你就休想再活到明天了。是，主人。知道柴婆婆原是奸人的鹰犬，所以她才替天行道。既然铁云并非恶贼，为何三番两次追杀你和裘姑娘呢？其实铁云并非真的伤我和裘姑娘，他只是想逼我和裘姑娘远离险境，因为只有他知道整件阴谋的始末。他是不想再看到有人枉送性命。主人，收手吧。为了制造碧瑶霜，那么多的村民成了无辜的试验品，我不忍心再害人命了。住口！制造碧瑶霜是高衙内亲自交办下来的密令，你敢不从？不管是谁的密令，我铁云绝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你
好，既然你不愿意做，我自会找人处理。你可以下去了。谢主人。我的脸，脸，你知道的太多了，杀了他！追！死要见尸，活要见人。在那儿，快追！那边，站住！害死人命太多，无言也对天日，所以他整天躲在棺材里与世隔绝，过着半人半鬼的生活。既然你说铁云无言以对天日，那他为什么要接二连三的出现呢？这让我也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因为他一直在等一个人的出现，所以每至深夜他都会回到茅草屋里。女儿，你是说心儿落入了贼人的手上？安兄弟，我不得不佩服你聪明，不过你再聪明也一定猜不到为什么裘庸梅的女儿要三番两次的找铁云吧。为什么？想知道答案吗？很简单，天亮以前找到铁云，带他到三关口外，所有的疑问都将会水落石出。一起监视安道全，只要盯住他就能够拿到解药。是主任。有了碧瑶霜，再有了解药，
高衙内，就能控制满朝文武百官和江湖各门各派人士。黄袍加身也不过是指日可待了。铁云，铁云，铁云，他去哪里我不在意，我只知道昔日落入恶贼手里，我必须去救他。秋姑娘，等等我。三关口就在那儿，走吧。啊，原来这里才是他们的据点。为了心儿，就算是地狱之门我也要闯一闯。心儿，心儿，出来。心儿，出来呀。心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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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怎么搞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全都到齐了。你别再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了。快把心儿还给我。铁云不来，小娃儿必死无疑。我留着一个死人又有何用？我成全你。再也不给你分开了，心儿。等一等，我看心儿脸色不对。你对心儿做了什么？我让他吃下了碧瑶霜，一个时辰之内，若不给他解药的话，他就会毒发身亡。安道全，快配置解药救人吧！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安道全，你修成口舌之能，现在最要紧的。赶快救这个孩子！天下人不是都尊称你是神医，说你医术高明吗？要是连这个小孩都救不了，你可真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是神医吗？你一定可以救心儿的！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救救他呀！秋姑娘，解药还没配好呢。安道全，不要在那里装糊涂。药方虽然伟大，但是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你早就把药方牢牢地记在心里了。我要现在就给我配置解药，验证疗效最好的试验品我都给你找好了。赶快，没有耐心。快呀，快去救心儿吧。只要能救活他，以后做什么我都愿意。秋姑娘，你快动手啊！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不要，她不是我娘，我不叫心儿，我是云儿，我是云儿。娘给你缝了布娃娃，你快看看喜不喜欢啊。心儿，别让娘找不到你啊。心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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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儿。
的是你，星儿。星儿，娘再也不离开你了，星儿。我不是星儿，我是云儿。你放开我！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哎，星儿，我是娘啊。我不是星儿，我是娘啊。云儿知道你对我好，云儿也好想喊你一声娘。可是云儿真的不是你的女儿，星儿，我是你的亲娘啊！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星儿，你再看清楚，我是你亲娘啊，星儿。邱咏梅，你别再自欺欺人了，她的确不是你的女儿，难道你忘了？来，星儿，娘做了你最爱吃的鱼，多吃一点啊。嗯。来，星儿，多吃点。你看你娘多疼你，多吃点啊。嗯。来，我再去厨房做些菜来啊。来，快吃。菜来喽。相公，星儿，星儿，星儿，你醒醒啊，星儿，你怎么了，星儿，星儿？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相公和女儿惨死吗？快把碧瑶霜的解药交出来！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快说说！是我亲手害死我丈夫跟女儿的，是我害死他们的，是我害死他们的，是他们对不起我在先，死有余辜。当初我要铁云替我研制毒物碧瑶霜，要邱咏梅的丈夫白衣华佗替我调配解药，谁知道邱咏梅的丈夫白衣华佗却背叛我，想带着药方远走天涯。你们说是不是该死？该死的人是你，就是你害我家破人亡的。错，错，错，错！害你家破人亡的是铁云，不是我。铁云他制成了碧瑶霜，而你丈夫却不肯给我解药。如果有了解药，这悲剧怎么会发生呢？简直强词夺理！我所言句句是实。邱咏梅，你不是想报血海深仇吗？你看，你仇人铁云的女儿就在这儿，快点，快点上来把她杀了，杀了她，替你死去的女儿报仇！你们退下，快点上来！杀了他，快上来！邱姑娘，万万不可被那恶贼的妖言所惑。我不要你管，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不要啊！快！不要！不要！不要！星儿，快呀、啊，杀了他！星儿，不要！星儿，星儿，星儿，星儿。谢谢你救我，邱咏梅，你竟然放弃了这么好的复仇机会，难道你忘了你女儿是怎么死的了吗？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要杀了你这个罪魁祸首，为我丈夫和我女儿报仇。我安道全今天也要替天行道。安道全，就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来人呐！哎，哈哈哈哈，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杀！爹，
辛苦了。追风的念珠还给你。撑住，我想办法给你解冻。来不及了，我已经了无遗憾。秋姑娘，秋姑娘，会的。哎呀，我的女儿，就拜托你了。放心吧。爹！爹！
2月13，九雨初歇，日普大地，宜安葬休种，祭一切红铁喜庆。爹，你真的不要女儿了？你不能不要。